不良反应部分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无力、疲劳、热潮红、头痛跟高血压。那这是比较常见，大概是属于1-10%常见的副作用，频率出现于1%-10%的副作用，包括焦虑、记忆障碍、失忆、注意力障碍、不宁腿症候群、男性女乳症、皮肤干燥、瘙痒、骨折，通常是病理性骨折以外的所有的骨折，还有跌倒。另外呢，这是0.1%-1%出现频率的副作用，包括白血球减少、嗜中性白血球减少、幻视、认知障碍、痉挛发作、可逆性后脑病变症候群等等。接受安可胆的病人，至少有曾经有报道，大概有0.4%的病人会有痉挛发作的情形，要特别小心。这是比较罕见的一些不良反应，包括所谓的罕见的不良反应的情形。好，基本上安可胆药物过量的时候怎么处理？目前并没有适当的解毒剂。如果药物过量的时候，一定要停止药物治疗，给予一般的支持性疗法。药物过量后，可能痉挛发作的风险就会增加。